哇，好棒！这些你刚刚洗好快啊，妈妈刚刚感觉得到。来，我们再练这边，写九题好不好？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九题，可以吗？你现在已经写八题没问题。现在什么？不能写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多练习，练八题。好，没关系。你刚刚也只能写七题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下变八题了呢？那就表示你有进步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给你一个爱的吻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这姐姐吻一下，姐姐。哇！姐姐以前可以写到十二题。哇！我记起来了。对。那我刚才写到十三题。如佳佳，那个时候姐姐是小一，小一。没有。那个是小一。啊，佳佳，姐姐没进步啊！哎，姐姐都没有，后面都没算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程度算不错了。姐姐，加油！还是佳佳等一下算到十三题，我岂不就是？等一下，那你要努力呀、啊！我还是算这个好。我知道，哎，没算的比我快。对，那这个当然不一样。佳佳是美女，姐姐是才女，姐姐的英文歌超会唱的。对不起哦，我的颜值让你失望。哇，为什么？其实你颜值很好，对不对？因为爸爸说佳佳是美女，说我是才女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八题稳定中。哇，好稳定哦。